这人家这个拿个衣架，是吧？不好看，不好看，不好看！你干什么来？啊？你误会了。误会什么？我看你还卖脸，你干什么来？你这脑子想什么来？啊？我给你看衣服呢，这女穿这衣服真好看，我赶明给你买一套。我给你给我买什么衣服？好看哪里好看？好看，显身材，显身材。这衣服好看还是人好看？啊？衣服好看还是人好看？哎，你怎么像这样呢？一天带着个手机看着美女，看着美女，怪得劲是不是？啊？你也好看。滚！我就喜欢看这种的。不是，我给你买衣服的嘛。买什么衣服？我想让你看看给我，来，过来，来，不管，让你看啊。不是喜欢看吗？我就会跳给你看，我让你看个够，来。不跳了，不跳了，看。我不想看。我错了，我这个媳妇做的不合格，我早就应该这样跳给你看了哈，我跳给你看，来，我跳给你看。我求你别跳了，跳，闭嘴吧。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嘘，嘘，嘘，来。不跳了，闭嘴，你别跟着我，别跟着我呀，别跳了，我不想看了。你跳哪跑？跳哪跑？不想看了，看继续看，就这样，顶着我看，顶着我看，不想看了，给你娘了是不是？我看，你别笑，别笑了吧，怎么弄的？我实在看不下去了，怎么看不下去的啊？你看人家美女，看你不那哈喇子都要流下来了，怎么看我看不下去是不是啊？看人家看你美丽很，看我看不下去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！别看了，别看了，我看，我警告你，看个够，来，看。我炸！哎呦我的妈！干什么？啊？有那么恶心吗？啊？你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有那么恶心吗？不想看，只是想不想看了。啊！你看人家看你流哈喇子，你看我一脚跳是不是？啊？是不是有病啊？店家们都不像好人呢。我不看了，我不看了，我不看了。